我再问重复一遍啊，我这个钱是我微信支付宝提进去的，我今天来取钱，你们告诉我要我证明我这个钱的来历，今天才能取，对不对？如果证明不了就取不了这个钱，要明天才能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在系统里面它是有触发模型啊，就是说系统里面触发了那个安全系统，就今天取不了这个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核实一下你的资金来源啊，就核实我的资金来源，就是我把我的资金从什么地方来的证明给你看，是吗？才能取这个钱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把手机放下。我为什么放手机呢？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行了。是，你是说是，我就不取了，我就走了。我要说个事儿，很负能量。我老公呢不让我讲，我怕是忍不了了。我们刚才呢从小鹏的售后的服务出来，今天感受到了新能源电车的一个真相。我们以为花了十来万买的车，起码这是个大件儿，起码咱能开个七八年的时间，咱预期不高。没想到才开了四年不到，今年保养的时候先是说我们的底盘坏了，有个洞，修的话呢要花六万多。过了没一个月又发现导航的屏幕用不了了，今天说是 GPS 坏了，我又没碰它也没摔它，好好的它就坏了，修要一万。之前呢老公说车坏了我还劝他别焦躁，今天我是真的焦躁了。老公说他这一两个月是知道新能源车的一个内幕了，人家压根呢就没有想让你开太久，开了四年多就让你这坏那坏，修不划算，不修让你难受，目的呢就是让你四五年就再加钱去换一个新车，促进消费。咱以为自己十来万买了一个车，其实是买了一个手机，四五年呢就得被迫换一台。老百姓真是很难，咱不经历咱也不知道它的真相。隔行如十月十四日傍晚，江西景德镇传出两声巨响，多个乡村的居民都听到。此外，
江西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多地都传出巨响，网友纷纷猜测巨响源于何处。网传监控视频显示，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景德镇传出轰的一声巨响，街上不少行人被吓到，停下来四处张望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随即又是轰的一声巨响，这次街道两边商铺的一些店员也走出来，站在街上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中国社交媒体上，不少江西网友表示，不止景德镇，江西多地都听到了巨响，很吓人，还伴有强烈震感。除了江西、广东、深圳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安徽等多地网友都表示听到了巨响，广东韶关曲江区我这里也有，不过是晚上11点多。中国多地不明巨响引发网友猜测，有人怀疑是地震前兆，有没有可能是地震预兆啊？也有人猜测是战斗机飞行过程中发出的音爆，或者是发射导弹产生的音爆。截至目前，官方尚未通报不明巨响的原因。此前中国多地都曾出现过不明原因的巨响，但官方一直没有公开做出说明。中共大五毛司马南在河南许昌胖东来超市直播时被店方劝离，网民调侃胖东来不想重蹈西凤酒覆辙。此前西凤酒找司马南代言，导致被网民抵制。当地时间10月13日17点10分，司马南开始在河南许昌的胖东来天使城直播，名为司马南62，河南许昌胖东来，但直播仅持续了13分钟就被中断。直播视频显示，司马南跟着一名当地向导走入胖东来店内，开始四处采访顾客。受访顾客夸赞胖东来东西好，司马南也不断赞叹店内人真多，说胖东来的好话。不过店方似乎对这份免费广告不感兴趣，不久后就有工作人员拦住司马南的向导进行沟通。随后向导找到还在四处乱逛的司马南，告诉他店方不接受直播，因为这会干扰顾客隐私，所以任何网红都不允许在卖场直播。人家说人多，看起来真人多，摩肩接踵啊，这里边来自外地的游客比较多。往这儿看看，这是卖什么的地方？哇，啊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自己来的？哦，我跟我媳妇。你媳妇太漂亮了。嗯、你们是哪里人呢？运城的。运城的。啊，对。禹城。运城。山西运城，从运城来。啊，对。是专门来买东西的。没有，顺便来逛一下。顺便来逛逛。啊，他们这个地方跟你们运城那个超市有什么区别？啊，没啥区别，没太大的区别，就是人多，就是人多啊，对，他真多呀，那天哪，他不接受直播那会儿啊，缠绕顾客隐私那会儿的啊，其他不管任何网红啊啥的啊，都不叫这个，就是卖场直播，就是说缠绕到顾客脸面那会儿有隐私呢，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
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